看见没有？你看，这是一个新的阀，我们拿到手之后是怎么装的？放到这个后面，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开始插管子。首先，先把这些管子给它拔掉，然后按照这个顺序，从左到右，最上面是第一个。用手这样把管子顺序给它排出来，然后这样一个一个往上面插。这是一个快插，往里面一塞就行了。你到时候卸的时候，把黑色的那个塑料往里面一按，那个管子就可以拔掉了。它一个阀上面不是16个孔吗？记得就是顺序别搞错了就行。那第二个阀也是一样，也是最上面。是一，实际上它是什么区别？它总共是64根管子，然后你是4个阀，一个阀16个孔，就这样一直一直插就行了。这前面有4个螺丝，你到时候先把你那个旧阀，先把管子拔了，然后把4个螺丝卸掉，把那个旧阀拿出去，然后把新阀给它装上，装上之后然后再插管子。